到自己咧係無時無刻要保持一個好好嘅好好嘅一個境地。可能安全感可能会强一点，可以保护自己。像散打，它是可以全腿，还可以摔，抱摔可以抱腿摔都可以。Many special experience, memory, friendship.